Hello，大家，我是伟哥，我们今天继续玩着《火影忍者手游》。前几天有事情，然后就退了下来，但是没怎么用数字，是吧？我们现在来达到71点了，那我们继续玩一下这个冒险吧。先把这个剧情过一下，修行命中，我们这边应该是还是提问段的名人啊，有剧情啊。那前段时间刚好是去徐州啊，徐州有点事，然后那边回来的时候下雪，好冷啊。那个我们现在这个漩涡鸣人卡卡西老师要给你看一个真假的，不是清鹤系列的最新秘籍啊。咱小鬼来个干手，我想啊，灵丹争夺，我们来生存演习吧。这个大名人过了，这个应该就比较容易啊。已经过完了啊，就前进。现在刚刚拿了一个人，就是召唤，召到贝甲了。是在打 boss 啊 ，boss 卡卡西。我操！什么鬼？这样子放这么多狗啊？是在打卡卡西啊？还在充眼睛的？你在这里参加军训，那主角就还在。其他主角大家都表情低弱啊。这回我好像有点拿出点真本事啊！再看出肯定不是他们对手了，已经胆大了啊！我困了，困了啊！我操！五啊！他也会开大。卡卡西老师难道就没有弱智吗？我想到，看刀，什么刀？清热攻略的大结局是，因为解说员观看解析也知道他在说什么。捂住耳朵啊！啊，看现在，一个螺旋丸解决了。要沉着和冷静，怎么能够？这关就过完了，通过拥有了。这个叫第12集了，就是我们看那个，应该是精英特性对吧？精英副本，精英副本应该。还不行，还要到第3关啊！那我还要等到72级，72级才能玩这个抓这个鸣人。那个天护等一下，还养老，还到第8级，好慢啊！那个能升了，要把它给升了吧。这样，组织今天还没完，今天也是才刚到家不久，那就整理一下，就直接可以开始玩了啊。这个我感觉太可惜啊，这个夺矿我觉得用这个小兰打起来挺爽的，但好像数量也差不了多少。戦闘开始，放弃。他这个小兰打这个人一滴连续的，原来1000多打。还是打。其实里面有的时候已经有人挂掉了，然后再开大也没什么用，对吧？
他死了不一下有瞬间消失，你要一连着打他，一直在打，你那一千多打，两千多打。已经开始好了，170应该能出130了，应该听到你看到啊，现在的版本更新了啊，那个界面变成雪了，也就是前两天是吧，这样子变成白皑白雪皑皑的画面，这也是按季节来变化的图片。这个我们去抢劫两下，因为我们在家里去搞清杀，没有用。他飞了，他飞到天上去了，他这个状态属于无敌状态，你还搞不死他，太慢了。那个大人，那个战斗力是高的，我打他会比较久一点。今天好多任务都没做，现在就抓紧把任务完成一下。可以，这个都这么高的战斗力啊！打不过只能打70多万。这里面还是干死我吧，干死鬼家他有 bug 啊，他都不会那个，不会分身。我操，这插住了啊！反正他不会分身，我们就炸，开开炸。所以打干四鬼交的，这个抢他的啊就比较好。哇，这些一个个都是百万的战斗力，这是这种领军啊，算了，只能打这个比较低的啊，低个几万。所以我们怎么来用春眼爆人比较惨啊，尝试一下他的爆人的感觉。来拖再拖一下，你顶起来了啊，套起来，你一拳打死了，暴力冲赢。三次都挑战完了，挑战完了我们去看一下什么任务没完成。我们去那个起伏好像没起伏对吧，起伏一下啊，我们去买个单件，买个那个随机的，那就是哨卡，我们去采购一下，随便采购啊。应该那基本就是拿这个随机忍者嘛，随机忍者碎片，看能不能随的好的啊。然后这个版本更新之后，好像那个小队突袭也是只要打6次的呀，一天只要打6次。这个小队突袭感觉迪达拉打的比较少。然后这个他也不分前三至三倍的，好像每次都有四个碎片嘛。地卷的碎片啊，然后现在有这个特殊啊，国色天香，哎呀，11位女忍者，现在打很多关都是那个迪迦拉打的比较爽啊，我觉得小南不会打两下，不会像迪迦拉马上飞起来啊，他小南要打两三下，要飞到天上，但也飞也不出去。感觉迪达拉比较偏文盲操作了，对不对？哇！不过现在迪达拉已经下架高招，对吧？我在小南过后下一次高招会是什么？
我现在好多玩这个小队初期都很多人挂机，其实有队友的队也想去挂机，不挂在那里，挂在那自己打，怎么浪费时间啊？现在大哥都打不到我，大哥，我在先上，他想戳我，戳不到。其实他那挂机也就是用什么按键，按键是不按键的，就这样子按按按按的，什么都按。那个挂机刷比较长也是一样的。应该打完了吧？我还不结账。前两天在外面主要是网络不稳定，我输了。这前三次还是有加倍，前三次的碎片越来越多了，好几片啊！再去打一个看一下。这个是守护的开端，应该多了一个这种标识的。对吧，那标出来，多出来也没什么卵用啊，你就是好看，也算有人好看到什么地方啊？你们怎么就把我剪下来了？搞死了吧！像这样的这局分路啊，大兵兵又不像挂机，又有点像挂机，就在那一直瞎打，没有对方的英雄，没有对方的忍者也在那瞎打，那打又不像啊。纯挂机那种是直线上面的，一般都是拐弯那一下。难搞定。嗯，出不来。突然最近好几天啊，也挺多天没见了，挺好的。那个小南拉来，小南也是第一天光棍节那天下午才来的。现在好多人喜欢你偏差啊，还又多了几个秘诀，那还多出来秘诀，你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用的？还不如偏差、霸体、闪电，就这些都是比较能多用的。那我再教你闪电，打节奏场的时候电他一下，然后就可以偷袭他了，或者给自己制造一些逃跑的机会什么的。哎，你太快，你数几遍啊？好像应该是前三次有这么多，后面三次好像就只有四片碎片。原先是要打十二次吧，他应该是把那个碎片就全部重新调整了一下。超级神，不过好像，但是金币啊，金币好像是越来越贵啊。要挑战六次的话，金币要花不少。啊，你这样搞的这个东西挡在我的面前，叫我怎么去打怪啊？不过有一关就是打一代、二代、打初代和二代那一关比较好玩啊，打就小队初级的。打不下。这个应该也是挂机吧，挂机的兵可能比较少。我操，这个不由也居然能破啊，就是推到现在能给他推下来。
搞死他！还有一波，有点推起来了。没有伤，直接把他们救下来了。换了蛤蟆，直接开二技能把追他远远的。我们救他们，我们迟早都要死的啊！还想救人，那么容易死？还有这个龟龟还没死呢。这个部门你先不玩了、卡住了啊！我们体验机，就前两次第三次就集了四个碎片嘛。那应该是前两次应该是有八个碎片这样的，算推算的话，最后三次我们先暂停一下，我先自己把这边打完一下，如果能遇到。遇到打二代的再看。好，刚才是那个小队偷袭都打完了，那我们现在去玩那个试炼之地啊。试炼之地就是修行之路和生存挑战人合并了啊。这个我们随便过一关吧，过一关然后扫荡一下，就是过关用皮带拉过吧，挺轻松的。现在是飞呀飞呀飞起来。我操！那是两个胖子啊！这么多胖子，越来越多胖子。是要把今天只能打光、我们这是黄绿主要守住，我就四波就死了。这个倒很轻松，很快，对吧？推吧！这个相扑能不能招？这个作为一个技能要玩啊，这么胖啊，还不死啊？打一波下来挺慢的啊，一两分钟还搞不定他吗？还慢慢啊，太分散了、这个时候吉拉拉，因为吉拉拉普攻连伤害一下都是很高，他要连续伤害。还没玩啊，第四波，来吧，快都来，开个大，我开个老石，先把这个怼死。再接大，再回头，那就过了，那很轻松。现在这新关还是400多关吧，那我们现在才打了200多关，前段时间都没怎么玩，先玩一关吧。刚才是穿的好像紫色的裤衩子啊，穿的白色，这还是比例，黄色的基本状态。只要打四波，这种防守还是比较简单，突袭那种要赶时间。哇，好多胖子！罗特哥是在地下的，绝对是被他们压住的。还好迪达拉在天上一直飞，这个过这个都还是。而且地板上那些炸弹也炸不到你。很快一下突破。现在他们打不到我。
重置，哎，怎么不让我重置了啊？我早上没重置吧？这边就是啊，生存挑战，重置一下，然后我们直接导弹一下吧，导个七八三四四五六七八关吧，主要是为了完成任务的。哎，平常也就是挂着刷，现在是那个导弹券刷，导弹券就不需要你去操作啊。打的挺费时间的，这个要十五关全部过下来的。这个电轴我现在有三万多，都没去兑换，因为里面有的基本我都兑换完了啊。我也不想，我不着急更新，更新也太麻烦了。更新比召唤还累啊，还难召，还难出局，我就慢慢玩，对吧？说不定以后上架一些新的什么忍者，那个就直接用个电轴，直接兑换了。等到到时候出了新忍者又兑换不了，要等很久啊。行吧，哎，这个行，这个应该就好了，下面就不好了，反正也浪费，也不是一次性就搞定。而且奖励模式也变了，那通关两个，然后几十次生存挑战，我们去完成这个风暴之心，风暴之心。嗯，好，刚才那个风暴之心啊，我们过完了，现在来玩这个羁绊之心，对吧？羁绊对决就是相当于小队决斗，现在小队决斗改成了这个羁绊对决，然后我们现在直接组队，我觉得我来制定小狼组队吧。那既然碰到一个运气人的，那我录完我们不差运，五十一级里面这个七人搞什么飞机嘛啊？还有这个小鸣人。应该好一点的吧，应该 B 人也可以对吧？感觉我还是喜欢 F 那个皮达拉来的，皮达拉打个爽快。哎，这些怎么都没有标识啊？我有一个国色天香，拿一个国色天香，诸多收集女忍者。话说好像女忍者貌似就差一个，就差单手了，其他女忍者都有了。因为打成还有技能，我这次好像改了一下那个，不是换蛤蟆，好像不是那个意思。完了，不加入了。我操！什么鬼？发生什么情况？这样子被打败了？怎么不好再开个小鸣人？然后我用小南，小南单挑还好打一点，这个是个小鸣人。所以说，我打鸣人为什么我打他吸不到血的样子？你看，看来换蛤蟆就不是蛤蟆了啊，这是密技能有问题。然后玩这个多，这个双人对双人的话，感觉有时候会特别卡啊。特别是前段时间在外面啊，那个网络也不好，玩起来更卡。看起来也有点卡的，应该玩还稍微好一点。扔吧！太烦了啊！来弓箭。不过我帮这个小鸣人打的还不错啊。
本来玩了两个人，有的时候就挺傻的吧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什么秘籍？看不到就乱画。哎呦，刚好那些二技能砸到他。我自己飞过来射死。我操，一技能应该没打到他们。找射技能。原来那吉加拉无脑操作比较简单些啊，那小南太亏了。这个蛤蟆到底是什么鬼？感觉没什么妹妹。这一关打起来挺漫长的，阿达尔。这个很大。哇，我死了！我居然还没有小鱼人杀的多。还是老司机要小鱼人去打。这地图，二打二地图太大了，乱乱。这个又被他砍死了啊！真能跑，这小子真能跑，又。哎呦，太大了！没事，我拉过去打啊！好，我们拉过去就好。或者太大了吧？还有保留话。这有的想拿换技能，老是把握不了那个方向。就是没有迪迦拉那么无脑操作。我操，你这把！又来死了！小江还是我换的名人赢了啊，这么溜！这家伙看来前期是啊那个啊，低估了他了啊。这个队伍编号什么鬼？不玩了。这个我们打一把的话，他这个就有像。你相当于完成一次任务啊，还差一个什么决斗场啊，成功通关角度秘境，通关昏迷，决斗场打三次，这怎么说掉到中南了来了。两个都选择国色天香啊，都是比较偏色的啊。
戦闘開始。カトン防御術。肉弾張り返し。我他这怎么连到他？亏了亏了啊！哎不，哎他没分身还是怎么的？没分身。戦闘開始。噴嚏。我可救の術。我们还是稍微显得有点卡。再打我，你再打我。我操！我这火怎么打不到他？呜！哦，我刚才换闪电了嘛？换闪电了嘛？这么关键的时刻，戦闘開始。对吧？你得先生，你打我，奈我何？打不到我，你就是打不到我，小样啊！现在是那么好欺负的吗？是吧？没血，你躲到角落也躲不住我。这滴答答的技能还跟踪啊！就喜欢滴答答这种跟踪啊！啊，他居然没他快！这有错，会特别容易中你这边啊，你要飞那边的，这挺麻烦大了。这混蛋，真能扔一个扔到我这里面来！哦、我操！那、哦、我老哥怎么没换出来？我操！好狠！刚才错边了，我操！应该换成那边人啊，往右边换，往左边换，你还躲过我的大招，他以前不用分身就可以轻而易举躲开我的大招。戦闘开始。有，看不到底还演的。你们推起来他。我操！还不死吗？勝負あり。护甲一般是怎么达成的我也不知道啊，是要很多金币还是要很多土地 ？OK， 还是就是彩色是吧？戦闘開始。嗯，慎重，来打我呀！哎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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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太冷冰冰，虽然我想骗他分身。哇，没分身啊！还有机会有，我还以为要死了，最后下下，突然一下保护。这就是我的秘籍呀、啊！戦闘開始。好。こっちだ。哎呀，我操！为什么在这地方闪电、啊？咋了？戦闘開始。飞吧！我操，这也太是带偏差的。
我操，我在这个就做傻子，又做傻子。呜、哦，大哥别这么快，别这么快，分身还没出来。你还不死？你这个炸弹！因为我怕我连不下去，连不死他，我要给他造成机会，我就刚刚直接送他上去，很快。他也没分身啊，他还没二位一体吧？无敌！咦？什么情况？发生什么我就死了？怎么这么快？我不是在天上吗？怎么一下就死了？戦闘開始。你想打我？废物！我是不是很讨厌啊？就是等你啊，大刀！别跑，别跑！哇，大刀给他跑掉了。死了吧，死吧，吓死你了，小样。再来一差不多。主播室的冰箱遇见浩宇啊，还是比较多人喜欢国色天香啊。戦闘開始。这小子，你知道我会喷火的吗？咦？把我炸，刚才没跑掉啊！这个阿布又。哎呦，我擦，推倒。哇，打你们，打你们。Atom, 消化球の術。哎，我操，人都没看见他在哪里。啊，死了。哎呀，本来应该开出还不错啊，也让你控好，你这个搞死。戦闘開始。又把我插住了，又把我插住了！哎、我还给我打起啊！开玩笑啊！谢谢！啊，不是我死了，他死了，我也快死了！打一个迪迦这么残酷啊！戦闘開始！金宝。你就不飞过去，你看我那个。弹地瑞文，但我飞不走，开大这个，反正我就那么一滴血，来开个大把我搞死了，对吧？就剩一个小男了，我们要输了。戦闘開始。遅い。哎呦！靠！有蛤蟆，有。我还要不要加角落打？这小子，这家伙太厉害了啊！我现在就算了，再升到50级也可以有个蛤蟆了，蛤蟆感觉挺溜的了。奖励一下啦，我们去上网用。好、哦，完成了，是吧？再拿个赌注，有个球用，不给我个右什么的啊？这个真吧，哇，4000多啊！这要70级满级，哎，红了。嗯，就是遇见，听一下。这个人，我在这边又插一个地球，人家是插一个这个封印，啊，现在又多出这两个，这几个不知道有什么球用的啊？
那我们今天就先玩到这儿吧，然后谢谢大家，欢迎大家加入我的微信，谢谢你们了，你们发现的吧。